我觉得一切都比较正常吧。进入比赛的节奏也比较快，但是今天确实对方发挥得很好，整个我们的速度包括节奏上也都有一点跟不上对方，而且在攻防上面，其实我们很明显就是显得会比较劣势一点，进攻啊包括防守这样。对，整体可能还是就是进攻这个打比较顺嘛，没有限制性，基本一杀就死。然后还有在相持阶段的时候，相持球这种球还是打着打着就被防守，所以说一直在丢分。还是有一些生疏的吧，我觉得这个比赛整体比赛感觉跟训练还是差的比较多的，就是训练的时候打的一些球出现问题，这个比赛一下就暴露出来了。就对方这种临时搭档，又像清晨打女双比较多，是不是特点不一样，有点难受？我觉得还好吧，正常吧，因为清晨也是以前也打混双的时候也是很出色嘛。然后在一些，其实，在一些跑位啊，包括他出球，其实对我们还是有造成很大的威胁。